才刚刚在金曲奖拿下大奖的艺人周杰伦，现在他的商机无穷，业者推出周杰伦1:6仿真人版的12寸人形公仔，他模仿的是周杰伦在牛仔很忙当中的造型，不论是服装、表情，甚至皮肤上面的痣都跟本尊一模一样，一个要5000块钱，限量只有1000个，那业者说绝版之后将会增值1倍以上。亚洲小天王周杰伦在牛仔粉盲 MV 中西部牛仔的扮相让粉丝们印象深刻，最近更有公仔设计师为周董量身打造12寸1:6的仿真人版牛仔公仔，粉丝们仔细看周董的发型，黑色嬉皮风衬衫，乡村风牛仔背心，下搭合身牛仔裤，脚蹬皮质马靴，都和周杰伦在 MV 中的造型一模一样，连周董酷酷的表情，眼睛内双的神韵，甚至是眼皮上的痣都模仿的惟妙惟肖，简直是周董分身，相似度100%。痣以前痣在头上最有价值，主要是因为为什么做了9个月那么长时间，主要是改了5次，每一次都要周杰伦他去肯定这个公仔是他满意的，我们才正式的量产。超逼真的周杰伦公仔连周董本人都很满意，不但五官刻画生动，服装也由日本设计师精心缝制，全身上下的主要关节还是活动式的，从 MV 中走出来的杰伦公仔任由玩家摆布，虽然一尊就要价5000块，但是全球限量1000尊，台湾的配额只有200尊，已经有粉丝预购，设计师说过去李小龙公仔曾经在绝版后增值1倍，希望这一尊杰伦公仔也有同样的好行情。记者陈文乐吴明洲特别报道。就是你看到周杰伦跳牛仔舞，那周杰伦跳